话，就是原因就是因为玉莹觉得很害怕，然后希望我可以面对他，所以我们就写了这样。V 型，一个 V 型，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让瑞成可以看到我的 手指头的一个背影。没有，因为我昨天才找玉凯跟瑞成两个来帮我伴奏这个，所以小感。好，那个现在再来搞，那我也讲一个笑话，更流行一下。但是你们昨天听过，但是你们帮我讲最后面那个，真的吗？就是有一天啊，小明的班上那个老师就说，哎、欸，你们还吵，谁不要脸？就这样，太烂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的团员们好了。这个小声音。然后帮我加这个电吉他的 reverb。再小声一点。我明明讲的
谢谢。